佢哋話我哋而家去伊朗喎，喂係咪真㗎？係啊，嗱，而家你山南定係山過嗰邊對面嗰邊？嗱，啲型男，各位觀眾，呢座山嘅後邊咧，就是伊朗啦。咁但係我又佢哋又講到似層層，我又唔知係唔係喎，我又驚俾人受騙喎。大家知道我咁童真。伊朗 one 一日遊啊！哦 ，OK， 伊朗 one day trip。今次我哋真係有時間去伊朗啊！咁你係咪好開心？係啊，我愛伊朗又有時間去伊朗啊！咁你諗住去伊朗做咩？就去伊朗啦！好啊，上 Instagram 啊！其實今日咧，大會係安排咗一個 one day trip 俾所有參加 ABU 之旅嘅成員嘅。咁呢一度第一站咧，就係欣賞一個賽馬嘅預演。咁但係由於要7:00集合嘅緣故，所以咧我哋決定係唔去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要靜雞雞扮曬蟹，當乜事都冇發生過，入去食 lunch。我發覺到我嚟到土庫曼嘅日子咧，完全係俾嗰兩條導遊揾笨嘅。而家咧，完全俾人點咗嚟，日曬嘅之下嚟到，我都唔知係咩地方，我就知道呢度好曬。你喺偷渡啊嘛，而家我喺偷渡去伊朗，我完全冇曬意見。知得嚟呢一度嘅，我就唔出個酒店啦。好晒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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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咧，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個咁荒蕪嘅地方咧，佢係土庫曼嘅一個歷史遺留嘅一個城市嚟嘅，咁就都係嗰啲啦，啊！伟杰，你觉得呢度夜晚会唔会有丧尸噶啦？会可以玩 CS 咯呢度，系咁跳墙，因为我示范一次俾你睇。好啊，系咁跳墙。好啊，跳啊。唔跳啊？点解唔跳？跳唔起啊！突然间觉得自己重咗。哦，你而家先知突然間重咗，我以為你一早知道你重咗添。呢個要嚟玩嗰啲生命之類嗰啲咧，綠色掣行幾多格嗰啲。係啦，你睇住啊，你唔好亂咁踩啊，你咁重啊，跌死你啊！係啦。好啦，終於見到一啲唔係白色嘅建築物，圍住一啲金色嘅邊啊。咁而家望住前面咧，就係一片綠色嘅瓦頂嘅。咁我估計啦，我估啦，咁呢一度咧就應該係平民區嘅，咁佢哋都應該有分即係豪華啲嘅地方啦，同埋平民啲嘅地方嘅，咁呢個都係我估嘅啫。咁如果有人係識得嘅話咧，係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嘅。咁如果你係唔識嘅話咧，咁你就當我頭先講嘅嘢係啱啦。Oh well。
我而家身處嘅呢個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土庫曼歷史博物館啦。去到一啲你唔好認識嘅地方咧，你最緊要買嗰啲手信嘅係，首先咧要完全睇唔明嗰啲字嘅，咁啲人咧就會覺得係特產。跟住咧，係啦，買啲公仔靚靚啲嘅，有少少英文嘅，係啦，咁啲人就唔會覺得係毒藥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土庫曼之旅咧就會喺幾個鐘頭之後咧就會完結噶啦。咁你有咩感想？你係咪會派手信啊？啊，係啊，我哋係 on behalf of 古卓文同埋胡偉傑先生咧，我哋係買咗啲手信喺翻去公司嘅，因為咧原來咧呢一個咧係奇人嘅一個習俗嚟嘅，係啦。會其實可以抽一份送俾觀眾喎，會唔會啊？是可不可以啊？都可以的，你們要不要啊？土庫曼的手信如果有的話，就在那個留言板留言，之後我們就再抽一份送出去咯。哇，真的玩到這麼大？睡不著，想著看如意傳，但是WiFi偏偏不喜歡我。終於來到我們土庫曼之旅的尾聲，在這裡非常多謝大家的收看，也都好眼瞓，因為現在是凌晨的三點鬆一點。我們現在又要去飛去曼谷再轉回香港的，那就轉頭見。我現在身處泰國國際機場，由於因為太多時間歇了，所以哇我又不小心買了很多東西。熱飯購買任何兩件或以上美容產品，香水、首飾或手錶。好了，到了香港，逛完的士来到港澳码头之后，又要搭船回澳门了。在这些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怀念我以前住在香港的日子，因为一到了香港之后，我就可以直接搭的士回家大昏迷睡觉。我搭了差不多20个钟头飞机之后，我终于回到澳门了。咁我呢一個土庫曼之旅咧，就經過差唔多一個禮拜時間咧，就已經完結咗啦。咁就我而家要翻去瞓覺，因為我真係好眼瞓。拜拜。